姐，这大年纪较舒适，也对我真友好，真照顾你这两个囝，这个感情你爱好好报答啦。我当然知影，伊为咱的付出，也过经济上伊也无愧欠，用心情来感受伊，这讲起来嘛实在是真抱歉。这是有影啦，钱是无够花。啊，无安尼，平叔啦，我提一个意见，咱来做参考啦。啊，无你讲，你这个囝我嘛足疼的啦，我嘛唔感觉这个囝离开，啊无安尼啦，啊我多两个孙，啊一个单归来疼你，哦，因为你嘛惜你心嘛，一个做出来再疼袂啊，嘿啊，你的囝我感觉嘛是我的囝来疼惜啊，好啊，有完就。哇，嘿，你做好紧年轻，你做啥事？无缘无缘啦，无一定啦。啊，倒一个庙哇，啊，当然是安尼啊。哎呦，大个庙有好人呐，大个来好人。啊，细个来来来，这个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暗时拢跟我去二四小时要食麻油面线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出。爸爸，好，乖囝乖囝，好，食得好啊。报答着伊妈公主对咱的温情。红娇诶，你要想我啊！哎呦，莫讲这句话，真抱歉，这段日子感谢你倒一家人来照顾，咱两个有缘无分，短短的相处，今生今世，红娇永记伫我心肝啦。阿金，我当作做先生啦，哦，感谢你。对啊，今年万岁，你选一个比伊都较好诶。好。啊，幸运哦，我这亲生囝，啊，甲我这个儿孙仔囝，安尼大家拢平平安安。